一只英俊的鹅有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这两天上海还是大学火了，因为即将迎来一位特别的新同学。你也许不会想到这位同学的真面目竟然是一只鹅。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微博上有人询问养了一年多的咕咕鹅有没有好心人收养，该网友还在上海海事大学的官方微博下留言询问，我家的大鹅非常英俊，准备搬家没法继续养了，学校能不能收养我的鹅？经过请示，上海海事大学官博称决定接收咕咕加入上海海事大学的鹅这个大家庭，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网友热议欢迎新鹅入学。有网友表示，这鹅真俊，校草级别可以提高学校大鹅的整体颜值。那还有不少网友让鹅的主人放心，那里环境很好，放海事就是校宠。上海海事大学的那群鹅早已是网红姑姑搬家这事儿算是安排上了。通过网友留言也能发现，上海海事大学还有一群鹅，但你知道吗？上海海事大学的鹅竟然也有自己的微博，原来在学校的这群鹅早就是网红了。比较新的一条微博动态是这样的，网友骄傲了骄傲了，这些校宠们打起来了。除了上海海事大学的鹅，这有一些高校网红也有微博，比如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的风和智商大的鸽子，高校网红们还打起来过。6月25日上海海事大学的鹅转发一条微博，并配文字蛇精病，蛇精病是指谁呢？哈哈哈哈哈哈！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的风坐不住了，昨天发图反击了网友观战，这是在线报复。